对啊对啊，我知道，这台最后再看一下。那个把停是因为拿出来之前没有默认四万面，那是因为之前拿出来之前没有按到 Auto 1 Auto 2，所以它已经没有显示那个，明白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第六个，第七个，第八个 ，Auto 一 ，Auto 二，然后我再按回去 Auto 一啊，顺便按回去。其实没必要全部都一定要按照 Auto 1给它吧，有应该前面的所有都是按照 Auto 2上面去了。